出面的地板，用拖把都拖不掉。准备这四样东西。把原来的研磨机这个换掉，砂轮子把它换掉，粘上这个汽车的海绵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再来拿苏打粉，撒上地板，加上这个牙膏，看原本抹布擦不掉的东西，拖把拖不掉的东西，等一下示范给大家看。再加上一点水，撒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大家看哦，这是有用过研磨机的。有用过研磨机的，用抹布擦一擦。你看，它马上就干净。然后这边是没有用过研磨机的，你看，擦它还是脏兮兮的，所以等一下。我们就把整间都用这样的方法打扫厨房的粗地板、粗面的地板、粗面的瓷砖。整个厨房非常的干净，轻轻松松就解决了出面地板的清扫。因为我当初想要拍这个影片，所以我这个地砖是累积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，因为比较黑比较脏，它才有办法把效果拍给大家看。如果只有一点点脏，就没办法拍给大家看，因为看不太清楚。然后如果你常常就是两三个月用一次研磨机，其实就不要那么麻烦，甚至可以不用用到牙膏，只要苏打粉加水就差不多就可以结束，还有研磨机。